间都长草。这个应该是养尊池吧，它那个水量非常的大，一定要活水啊，对对，而且是要好水才行，所以这边养了很多鲸鱼，这是私人的，一定的，好多蜻蜓，也不过就是开到这边嘛，也没开多远，可是好像不是看到这，因为没看到小六的车。是这吗？这样校长这样记录是比较容易，就是不会出，比较不会出错的哈。你这纯粹。自娱于人，你看，因为这样子在参考的时候啊，光看这么多蝴蝶蜻蜓就很过瘾，还要推车，我的天哪！杭州在推车吗？没有，他可能再玩一下吧。不是不是，是真的，他那辆教授的车子本身马力是不够的。哦，是哦。嗯，我记得有在讲。哦，是哦。这是印度橡胶树吗？是的，七生根。来到的是什么溪啊？跟前面那一条叫九松罗溪吗？不知道，有松罗湖，有没有松罗溪？不知道。是哎，几个小时的路程。他从那里带我们。对，他就是在我们中午吃饭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就是、我们不是下雨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大马路。那边吃饭，对，他出来接我们，3-4个小时。啊，那个路真的是没有路，而且那个都路不能走啊，这样绕来绕去啊，那石头块啊，你要想象这种路很大一片，啊，有石头块啊，那个高低起伏非常大，这样，然后看不出来是路。这里可能真的会有芋头，到了，到了。
有没有那个碟都来撞车了？嗯，好多啊，你看，好多哦，好多哦，那地上都是，好赞哦。在欣